起。航空警察局和关务署台北关将一罐罐来自美国的乳清蛋白粉拆封拿了出来，因为这批食用的乳清似乎不太纯。香草口味的乳清中居然掺杂了毒品，航警局和关务署台北关在今年五月查获了一瓶以乳清蛋白为名义申报的进口货物，而这里面居然夹藏了8.646公斤、市值近千万元的毒品安非他命。没想到被逮后，男子念在兄弟间的义气，装傻不肯抖出背后主嫌。两名嫌犯双双被捕，但他们口中不能说的人就是林姓主嫌，绰号光头的他，从今年三月开始就指使王姓和张姓两名男子以同一种模式运输毒品入境。经过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在今年五月逮捕张姓男子，更循线拘提王姓男子到案。原本不想供出背后主使者，没想到主嫌事后不肯支付报酬和安家费，因此两人份额说出主嫌的种种犯罪事迹。全案进行地检署提起公诉后，分别据理求主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在逃之主嫌亦遭到相关档案发布数十个通缉专案。把毒品藏在乳清蛋白中，想要以假乱真蒙骗过关，不料最后怎么藏还是被通通揪出来。三立新闻张玉杰、林清宇、台湾采访报道。